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晚上好，大家好，科比去尿尿，等他一下哦。大家好，哦，靠腰啊，你看腰就看看不，这大只的。哎呀，反正怎么酒灰看不？前面玻璃上如果有残胶，要如何处理呢？里面还是外面？应该是里面吧，手机架。哦，手机 架。吸盘的那种。那个就是要用那个去胶水把它擦掉。可是像格子，有时候还是会难免还有点像刮伤这样，也是会。可是因为久了会有痕迹啊，如果有格子的话，还是有痕迹。请教一下，同年份的 Artis 油电跟纯油电的价格落差会很大吗？哎、欸，油电的会比较好一点，价差还算大了，也没有差很多了。可是如果看你啊，如果油电当然是比较省油，那开起来会比较油钱就省很多。汽车驾驶座椅里面有点下陷，皮面没损伤，一般是如何处理比较好呢？可以请那个汽车装潢把椅子底下可以垫海绵，把它垫高一点就可以了。类似那个机车坐垫那样。类似，对，一定要拆开嘛，海绵把它垫高就才会比较挺。搁下面嘛。对，把皮扒开，把海绵把它用上去啊。哦。应该是马三吧，马三最容易这样。请问阿科，天窗胶条老化有点漏水，有什么处理的好方法吗？换胶条。对，换胶条，看什么车啦，有些车是没办法换胶条，就要换挂玻璃一起，就会比较贵。对啊，贵的。你要看车子啦，如果对啊，如果最简单的话，很多人就直接水力控给搞给啊，那整个都把它封死。可是这样就不能开的啦，可是那不是最好的方法。天窗应该要检查一下排水孔，如果胶条老化漏水，都要看有没有堵住。可是有些车子看不太到，因为它比较深啊，尤其越大块的天窗，如果前景天窗有些是比较深入的，后面一定看不到它的排水孔，前面一定看得到。其实前挡风玻璃那边要去清啊，比如说用风枪或用水嘛，倒湿一点，再用风枪去慢慢吹，可是一下不能吹太快，会规个断规矩。保养最划算的 B&M 的电是哪一年哪一款？这个是不是不一定啊？对啊，就刚刚有一个说啊，别人到了十年以上，其实就要担心，比如说漏机油啊，那一些可能就要注意，比较容易的，是机油漏机油都比较花费会比较大。开个这行李狗，请问情盖贴透明犀牛皮每天？外面久了会变黄，我是觉得应该也是会啊，因为对，一定会的，就看你贴的如果是好一点，可能就撑比较久一点啊，它不是上去就无敌了。请问13年的 Focus 妥善率好吗？13年是第几代？三代、啊、妥善率好吗？其实比较担心可能就是变速箱了，对，其他应该都算还好。蜜蜂大便是不是很难洗？蜜蜂大便其实如果是白色的车，如果你洗完会看到黄黄的，那不用管它，那两三天之后就不见了，不用特别去打蜡，因为它打不起来。不是，不是不用洗，就是它会卡在里面，它好像天然色素会把漆咬过去，可是几天就不见了。对，它是会蒸，它就是跟它色素会抖会擦来的。可是伤漆吗？不会，但是它天然的，它几天就不见了。天然的不会伤。哦，车内有蟑螂哦。车内有蟑螂，可能就是最快的方式，就是喂它吃饭嘛，放个蟑螂药。不然你有时候你把车门打开晒太阳，它也是不会跑出来。啊，如果车里面有蚂蚁，也是一样啊。蚂蚁就是要晒太阳，就是要请它出来。就是车内少吃东西，就不会有蟑螂或蚂蚁。可是在小朋友最容易会掉那个饼干啊什么。对对对对。六排气管改双出是不是会变得很美丽？应该会，它没有灰啊。哪一种？对，要看啊。对啊，双出跟单出应该没什么差别，是差异不大的。如果太空当然就不行了，没有回压它就会觉得康康啊，嘻嘻。请问科比每天开深坑上平溪工作 ，Fit 油电跟 ES 推荐哪一台 ？Fit 吧，我觉得也是 Fit 吧，油电一定会比较省。对啊。Yaris 是暴力药，如果暴力药会更快吧？可是不省油。水烟杀虫剂有效吗？有，有，人都快可以死掉。可是水烟用完之后，你车内要清洗，不然都是有毒，要洗干净。要擦一擦了。一定要擦一擦，对啊，对啊。Yaris 04年的改 HID 需要去注意什么？没有注意什么，验车应该要拔起来而已、啊。验车要拔、啊。要装开关。对啊，一般来讲就是你要换成卤素就可以验得过了。真的有够干，三位一人都讲一个笑话热场一下，有没有笑话啦？那你有笑话吗？他有啊，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，对啊。奥迪 A5 酷派2015年有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吗？奥迪 A5 啊，要注意什么？注意。哎呀，这就会看你怎么开啊，这中档都是油水要注意啊，对啊。那我是觉得车子都是这样啦，你就是定期要保养，每次都是不要说啊，你当然超它可以，油就是要用好一点。想请问你们那边买车的保固是多久呢？还是各车种不一定呢？基本上我们这边都是90天的保固，除非是现况车才是没有的。那什么样的车子会是现况？老板会官网就会写了，就现况。新车变速箱有建议几公里要换吗？长跑国道跟西滨。通常如果是新车的话，建议它都有一个规范，大概2万左右吧，2到3万就要更换一次。手册是不是有写？
对，手册也在。手册会有写。那你科比如果引擎室想要预防老鼠咬的话，买樟脑纹挂着比较好，还是喷雾喷引擎室比较好呢？其实就快讲的嘞，你放一些东西，等下会不会跑另外东西进去？放一只蛇就不会了。啊，蛇就会吃老鼠了嘛，老鼠就不会进去了。没有啦，其实只要保持干净，就偶尔就要把它打开。你要放的地方也有差，你如果放在比如说地下室啊之类，越旁边的可能就会有老鼠跑进去。樟脑纹老鼠不会吃哦。知道没？蟑螂不是怕蟑螂而已，老鼠怕什么？猫啊。老鼠怕猫吗？放一只蛇在里面。哦，那边你先前开的是 Wish 一代还是二代？有什么毛病吗？我开的是一代。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毛病吗？我开那么久，其实还好耶，它妥善率还算不错。只有唯一一次花可能比较大笔，可能就是那个进气歧管，它是塑胶的坏掉，就有一个声音卡啊，很大声，就把它换掉。其实那个妥善率真的，说实在是真的很好。是 Toyota 吗？对，基本上是保养而已啦。对啊，五油三水把它顾好，其实都可以一直开，按时保养就好了。请问20万到30万，大概可以买到什么年份的马三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推荐的车款，安全好开好养的？谢谢。哦，20-30万可以买到，现在可以买到微笑马三了。诶，混动的应该还是买不到。其实马三都很好开，我觉得05年也很好开，顾得好的话，其实也真的很好开啊。只是说旧型的可能就是要看里程数，里程数比较多，当然就是会状况就会比较多一点。请问电瓶更换周期为何？电瓶就很难讲，其实正常来讲，电瓶一年的保固，其实有时候就一年多，有些就坏掉，有些可以撑到2-3年，就真的是不一定。对，也要看你常开不常开。我常开，去年换吧，今年就又换了一颗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买的时候就换了一颗，我前一阵子又换了一颗。那、啊、你是不开放到坏掉？对，也是坏掉 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所以反而越常开的反而越不会坏掉。那边想请问你车顶架的背包有没有什么挑选跟安装须知？挑选，顺眼就好。对啊，我就看那个看你喜欢的型那个啊。背包其实我那个是好看不好用，对啊，那个超扁，超扁的，所以你放东西太高的放不下啊。因为对，有些像汉堡一样比较高，那个可能就放比较多。它不是还有分支撑性吗？对啊，就是你不能开到多少？对，有些大概一般限速大概150-160左右，所以过了就会飞走了，飞都刚好啊。对，我都大概不能超过，所以看到我有装那个，其实我都不会开太快。请问换过大的电瓶是否会造成发电机的负担呢？不会啊，发电机就是固定的。其实说那个电池比较大颗，就是讲假设你这边听音乐可以听比较久，它效能会比较久一点。就好像你行动电源比较大颗啊，这个可以撑比较久一点。雨刷都换什么？换我们公司的，我们现在公司都换那个软骨的雨刷。现在比较少硬的了哦。对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反正软硬的打到比较容易怎么样？也还好啊。可是软的有软的好处啦，软的就是可能就比较简单，可是硬的就是有很多铁嘛，反而比较不会刮起来，反而铁的会比较干净，比较重。有些车太轻的话，就是感觉它下压力比较低，可能刷不太干净。软的雨刷是不是容易弹跳？对，因为就是刚刚讲的，它的力道会比较轻。有些如果是装在双臂上面好了，它在刷的会这样跳来跳去。下周二精华怎么剪？不知道咯。下周二剪的人就知道咯。交给剪的人去烦恼了。你们会建议用泼水剂吗？下面叫泼水剂。泼水剂就是水镀膜那种。对，类似这样。哦、你是用前挡吗？前挡的话，你要看哦，看车子哦。有些用上去就是雨刷会一直掉，水越少它跳得越严重，反而雨越大越好。对对对对，就小呗，尤其双 B 最容易遇到。你们雨刷平常要立起来吗？闭塞融化。都会有那种雨刷顶高器，那个有用。可是我是建议我常跟我的客人讲说，其实雨刷、啊、你如果有在买，自己要选购，不要选太贵的，因为你假设一组1-2千块好了，你真的舍不得花、嗯、啊。你反正好，假设一组100块，你看1000块就可以买10组了，你一个月就可以换一组，就根本就不用立了，就是就对啊，就坏掉就会。对啊，我常这样讲啊。雨刷要怎么样才不会涩涩的？不要给他看一片，抹一点油啊，没有啦，不要涩涩的。你要看，就是比如说你车有油膜，这样除油膜会比较好。他袂涩涩，不你会涩涩来调。今年缴野马税金会很心痛吗？不会啊，我验车比较心痛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过期啊。对啊，过期，给开。那是会员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还没加入会员的可以加入。赶快去看，我过期啊。然后我跟柯P燃料税还没缴啊。验车过期要回监理所验吗？明年就可以验，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要多一个900块，高八扣。我罚单900块这样子。
啊，验车验车一样要有分，说你过期多久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900，没有，可是没有，不能这样说。如果过期太久，它会被注销，注销从零，对，就会更贵了。它是多久？不一定，有半年到一年不一定。其实现在不定值，以前是一年以上，现在不一定哦。有时候几个月就把你吊销掉了，会比较麻烦。大三改车那么多验车好过，我没有改什么吧，我很好验啊。没有开车被扣牌，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开车都很慢哦。那B跟大三有曾经开车被扣牌的经验吗？没有啦，就刚说的开车开到怎样会被扣牌？超速，严重超速，对啊，超过60以上啊，危险驾驶。比如说100，你开到160，60的开到120，这样就算那个对啊，危险驾驶，危险驾驶。有推荐的七人座吗？现在七人座的车比较少。有啊，马自达也有那个C X9啊，马五啊，马五的比较小，马五停产的，普锐比亚。他说5+2，啊，5+2，我想想，魏旭算5+2，魏旭也是5+2，魏旭嘛，马五嘛。塞伯林应该现在没有了，或者是鲁宾纳也是，还有那个什么三菱的奥兰德，幸福力，幸福力太老了。对，本田是不错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本田不错。我们科比公司要卖的车，如果刚好要换轮胎，都换什么牌子的呢？我们固定是登禄普跟普利斯通两个牌子。科比跟泰山自己换轮胎都是换马牌跟米其林的吗？之前影片有观察过，泰山好像是米其林的吧？米其林，对对啊。我是米其林啊，但上次踩的点啊前轮就毁掉了，所以就换成普利斯通。你换两个、哦？对啊，换两个。磨机啊，磨机啊，没有钱了、啊。轮胎破了，看你破哪里啊？单边吗？没有啊，他是问说只能换单边吗？破了不能只换单边、哦，不能不行，不好啦。会胎纹不一样，会有那种拉扯的感觉，会比较不好。一般来讲，最早要换两个轮胎。想请问泰山日文检定考到几级呢？你是问那时候还是现在？那时候，那时候，那时候考到，干讲出来好丢脸哦！我考到一级耶，现在都忘光了。一级，总共几级？最高就一级啊！最高一级，你考一级，那这样很厉害。你跟我说很丢脸啊，因为我现在忘光了。哦，他是说忘光了丢脸，很丢脸。我想说有十级，他考到一级耶，结果对啊，对啊，就跟我说最高一级，好像一级跟我说丢脸。一级二三，好像最低是四级还是五级，我忘了、哦，我忘记了。反正那时候我是考选择题，选择题很好，选择题运气好就过了，对吧？都猜对就好了。老板，以后直播每次都要抓一个人一起直播，不然会太干的。好，抓泰山，太干，涂点润滑液就好了。他不是没录用啊，他是不会讲，对，不会讲还是不敢讲。我不知道啊，你的没录用是哪一种没录用？不会点菜，还是不知道怎么走，还是不会跟对不会问日本人什么问题？这样他问个路，结果他说日本人回复的话很在地，听不太懂。哦，他可能问到那个原住民了，在地原住民他听不懂。现在去日本要问路吗？不是 Google 开一下导航就可以走了。手机翻译软体还有语音，对啊，现在去日本还需要会讲日文吗？路牌也有中文，哦、对啊，现在不是车站也有讲中文、哦，菜单也有中文，这样其实会不会日文其实不影响。泰山会用日文自我介绍，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、我的私は泰山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是泰山，泰山，你说大家好，我是泰山。大家好，我是泰山，请多多指教，请多多指教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大概翻译而已啊。HUD 改 LED 验车会被发现吗？会，会被发现。会，验车厂的人都很厉害。对，因为它亮起来的秒数会不一样。HUD 会从暗变亮。HUD 是渐亮型，对 ，LED 是瞬间马上就亮，大概就亮了，所以还是看得出来。看灯泡就知道了。灯泡看不出来啊，灯泡看不出来吗？你远在里面看不到啊，可是它亮了就知道了。HUD 跟 LED 到底不一样差在哪？以前旧式都是 HUD 啊，它也经过一个那个继电器，对，是吗？现在不算计算器了，过那个反正过一个控制，它出来的电会比较亮，可是它工作的温度会比较高，所以有些灯容易泛黄，就是这样。啊 ，LED 又比较省电，啊，瞬间就亮了。那 LED 温度会高吗？会比较低，如果跟两个相比的话，比较低，反而不会造成那个，比如说灯泡很低啊。LED 跟 HID 亮度差不多吗？还是 LED 比较？可是现在的 LED 没有比较暗了，越来越亮了。对啊，对，但是 LED 你看比较不会那么发烫。安定器吗？对啦。安定器，因为 HID 一定要配一个安定器。LED 不是也要装一个什么东西？就没有，它是散热而已，后面就是一个散热的马达这样。对，因为它也是要散热。那泰山跟科比比较喜欢 HID 还是 LED 呢？
应该会喜欢 LED 吧？我喜欢，反正喜欢什么？黏滴滴，黏滴滴。因为 LED 它是比较快速的，马上点就亮了。LED 应该比较便宜吧？对，也比较便宜。但是你不觉得 HID 那种打开慢慢看起来比较有仪式感吗？仪式感，仪式感已经亮，我已经开走了，还在亮。LED 最主要是要让灯座不会油漆啊，油漆忘了关灯，电瓶还是会启动，不会没电。可是也不能太久哦，太久还是会没电。它就是色温会比较低嘛，啊，再来就是会比较省电，跟 HID 比起来的话。想问科比，现在新车原厂的 LED 灯容易坏吗？因为现在坏掉，是不是只能换整组？应该可以换灯泡吧？好像我目前遇到新车好像没有坏过了。LED 的时效应该会比较久吧？个人觉得 LED 在没路灯的山路照明效果不太 OK。现在山路的灯不是都装 LED 吗？我觉得那很差板，我觉得不会，经常看不太到，还是我眼睛快坏掉了。把十二伏特的电压变提高啊，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好像我们路灯有用水银灯，有没有？它也是一样，水银灯也是去电之后，它会慢慢渐亮，它越来越亮。哦，所以亮度比起来，应该是 HID 会比较亮。然后 LED 再来是卤素灯。对，请问一下，大美容跟小美容差在哪里呢？一个做的比较大，一个做比较小。大美容是做的比较仔细啊，小美容可能就是比如说洗车里面稍微清一下，然后打个蜡。对，啊，大美容就是做的比较彻底一点。对对，比较简单来讲是这样，就是金额的差异性。阿克，请问贵公司的销售人员都是男生，年龄层也都是年轻的，是有什么原因或考量吗？就我们怎样嘞？加盟淘客，可是我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男的比较多。这样讲好了，假设你三更半夜叫一个女生去给她接电，她应该也没办法。那你怕单身狗吗？单身狗哦，对了，单身狗小狮跟大台风乐团合唱的歌就叫单身狗，已经在 YT 跟诸位平台都上架了，对，可以去听一下。那时候跟我有在电视看过嘞。啊，对对对，电视也有广告，电视有了，有了广告，会连续播一个月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，看到可以拍个限时动态，然后 tag 小狮或阿呆，因为阿呆也有出现。你也确诊过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确诊的那一段心情，在想什么？没怎样的，其实我确诊没怎样的，第一天就稍微发烧啊，就回家休息，隔天就要上班了，结果测一下，哎，两条了，啊，后来有点喉咙一点点不舒服，跟流鼻水，就这样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大概前面三天应该过了就没事了，啊，没事的也不能出门，因为每次测的话都是还是两条，所以就都待在家，你本来就不能出门，对啊，就不能出门了。对啊，就待在家不知道干嘛。科比跟小狮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以前就同事啊，同一个老板啊，很久了，我最少十几年以上。请问泰山是几年制的？六八。阿科六七啊。小狮有六七啊。那你八几？我八七啊。你八七啊？感觉得出来。那是八七，没错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昨天的新闻？他说连假那个雪山隧道会变成彩虹，彩虹色。你要去看吗？我不要。我会带你去看。不要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！你们对那有什么看法？他把它改成那个《星际大战》开头那个，有没有？那个还比较，对，那个还比较有趣。改成彩虹到底要干嘛？你不觉得那个开进去会头晕吧？我晓得，我看起来就很对啊。可是那不是你最爱吗？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我不会想要在开车的状况下上面。RGB 在那边跑，搞不好你开进去很嗨，我跟你讲，整个嗨起来。在广播，彩虹取消了，啊，取消了，彩虹取消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花一亿多的彩虹灯，然后取消了？为什么？被骂了。那彩虹灯会诱发癫痫，那彩虹频道会吗？会啊，会啊，每个人都癫癫一点，还会吐一点东西。没错吧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。我今天下午取消了，还是今天取消？老板说四点半，接下来下干爹可以下班了，但是看不下去，人数太少。干爹，好，我们这个高岛塔卡西吗？按摩座椅，按摩系列座椅 ，Ultra Dash， 好。然后是 Fi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值得您信赖。欧系方向盘，欧系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赞助我们很多方向盘的公益车，公益车，对，感谢，感谢。感谢 OG， 好 Avire 行动周边领导品牌，感谢他这一次也有赞助我们一些奖品，然后大家需要蓝牙耳机也可以到他们官网购买，是还不错用啦。对啊，我自己没电，我也是上次去 Seven 我就直接跳他们的线。哎，我自己也是去 Seven 买。哦，对，因为你最快嘛，最快，买个头买个线都是直接就可以，对吧？好用，还就因为知道已经有知道有品质了，就不会再挑，就不用他直接拿，对，好啦，谢谢大家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大家晚安。